什么还没睡，在做些什么？你是否为生活打拼着？为了担心你所爱的人们？还记得我们当初的天真？现实否也能那么快乐？我们的梦还不甘心呢，这自己该对自己负责。在你身上呢，不必在前就看到局部，在此刻为了自己醒着。